妈妈人生最讨厌三个假日，一个是端午节、中秋节，还有农历春节。今天就要来靠北端午连假，妈妈最讨厌的三件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怒吼妈。AK 阿兵 ，AK 你换个 G。第一件事，小孩在家就很靠北啊，因为在这三天会不断的听到。妈妈，我们等一下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妈，我要吃粽子，粽子在哪？妈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哪？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哪里都不想去。吃什么？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家的角落生物林老伯吗？不了，蚂蚱。蚂蚱的冰箱，你是不是自己去瞧一下啊？为什么端午节只有我妈妈没有假？伺候老的，伺候小的，为什么端午节不能像五一连假一样，统统都给我滚？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爽，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爽。端午节是不是？那我喝雄黄酒。哇！让你们这些妖精都现形，懒惰的妖精现形，给我自己来现形！哇哇！第二件事就是塞车，在密闭式空间就很靠北，开车不尿尿，尿尿不开车。我觉得连假塞车是很正常事，可是可以不要一直尿尿吗？妈妈，我要尿尿。好。哎妈，我要尿尿。尿尿，你们两个是不可以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间厕所、同一个休息站尿尿，把你们膀胱里面所有尿都尿干净吗？到底是谁先动手的？你们两个就不能在我开车的时候安静吗？可以 shut your mouth up 吗？没事，给我看点点的话，安静的回家吗？第三件，连假为什么都要回家拜拜？不能弹性点吗？连假不是说就是连起来放假，可是为什么每次都要卡在中间？为什么每次阿妈都要把我们的假期卡在中间，叫我们回去，或者是跟我朋友约的时候，阿妈都要叫我？喂，婆啊，阿妈端午节爱回来哦，啊那个早上八点半就爱到哦，我们要拜拜啦，拜拜，知不？端午节，哎呀，端午节我来搞，但是一定要跟你讲嘛。好日子哎！哎呦，我跟你讲哦，大家都挑的天，一定要那一天，而且一定要很早，要不然八点半太晚了。我们七点半去拜拜。梁静，你切，我叫阿雄来跟你参详。好啦好啦，梁静，都等来都等来哈，来我们家吃粽子啦，我们家很多粽子，一定要等来吃哦。哈。端午连假上了麦，给我做代志。要做代志，你自己做。叫恁老师，叫恁老爸，自己做。叫恁老爸，自己做。叫恁老爸，自己做。恁家的代志，自己做。恁家的代志，你自己处理。滚！喜欢今天节目的人，记得给我按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、小铃铛、小铃铛。记得要留言啊，给我 AK 阿 B，AK 你换个 G。